我老早就想杀人。哎、欸，那我讲老早就想要杀人。讲以前小学的时阵，伊就要想要杀人，啊，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。所以，伊的人格特质已经改变了。啊，无人发现，有啊，伊边的同学拢知呢。所以，伊边的同学是你家己说讲，我你即几工唔通去帮救哦。我有一个同学要杀人哦。啊，情绪换代是，伊要杀人，伊个事先给你预告。人格特质是真的是有问题，所以台湾这种的人真多，很多啊！伊啊啥？因为教育一开始的时阵都唔对起啊。人民跟你讲，台湾人是台湾人，啊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中国人。啊，其实咱台湾人伫他家内底是确确实都唔是中国人，但伊跟你讲你是中国人。上界明显的例子是啥？蔡英文，阿伯他，伊读册读甲袂歹，竟然2011年10月11号，伫迄高雄的劳工中心也讲迄个话：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美国非常生气，更多啊。开会时跟我坐在我头前安尼瞪到啊，你骂这个蔡英文。啊，其实吼，我哪想的，我也同情他啦。做一个政治人物吼，对的代志爱敢讲，爱坚持。2004年，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啊，整套的论述都已经完成了。他们讲，我以前呢一直想讲要发表，还是不爱发表。啊，这个代志，天良讲是李登辉叫我去研究的。我伫册内底我往下，落尾过这个美国2002年甲过2007年有一挂代表转来，去李登辉引导，问李登辉，哎、欸，听讲。那个林志兴去控告美国，是你家讲，啊，你叫伊去做的去研究的，是不是？你认为承认吗？用是啊。啊，甲问讲，啊，你也不爱讲，啊，你也不爱，不爱。林志兴已经写好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推展？一笑笑啊，其实一笑笑，我知影意思。伊身躯顶还阁有案嘛？马英九中华民国还阁六条的嘛？那个小辫子去会落掉的嘛？最近伊迄个啊做什么案啊？迄个特别案有无？最近嘛才被宣判了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哦，除了讲伊这法律的案拢讲可以过，他可能才会来正式宣布。所以做政治人物，那有一步路行唔对，就很难翻身了。啊！我即句话，赶快要甲咱所有高级班只学员讲：你参加政治，已经，你讲你袂，你已经袂赴啊！你已经伫高级班啊，除非你就不要点招。你刚要参加政治，你都要有一个勇气。实话实讲，过去若做唔对，你要有迄个勇气讲：我做错了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改变。现在真多台湾的独派，你说他们都不知道这套吗？他们清清楚楚，以前没听说他不清楚，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叫做新台湾论，你们看这边新台湾论这本，我有一本书叫做从中国出逃，我那本书是卖17万本，你要相信吗？那是几十年前啦，我那边拍手啦，因为那个从中国出逃，那是你骂中国，那不好啊，真正有好一本啊，《新台湾论》这个啦，《新台湾论》这本呢，嘛已经再版，搁再版，嘛已经有几啊万本出嚟啊。我跟你讲，这本册，你若讲从遐推下面要来研究这本啊，经过10年都无法度。我绝对敢安尼讲，你讲那英文哦，一个配字就看一波啦，要搁写这个文章加简单。咱这个之前训练，我有一本。一个10篇的文章，迄叫做绝对机密档案，迄是美国给我机密档案，我甲变做10篇的文章，迄内底还阁无啦，咱的新台湾还阁无。
新台湾论是在讲啥？就是用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发生的代志，用国际法甲套落来底，安尼写出来。啊，写这个，你有个人看了哦，还阁无够。咱听人讲哦，有真侪人这本新台湾论哦，读甲要烂去。你甲看伊人咧摕来一本啊，哦，我看到我唔敢，我来，我摕一本新的甲你换，用我买，我想啦。我这有记载啦，人家知影讲我读这一摆啊，讲起嘛是有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落尾吼，我安尼，你读这一摆，我搁是一本新的送你啦，啊送。我虽然没有很多钱，但是我是能够做的，我尽量做。咱大家弄足清楚嘛，台湾民主唔捌甲你无款嘛。啊，你若讲一个做标志。500块，安尼无这500块会好个哦？你要相信吗？不可能啦！那是提来各一物件，和咱这个这东心这东西。最完成这个所在是头家装潢一切，咱来这个所在来上课，所收的钱都是归于学院老板。但是你们可以讲收这一钱有够伊用呢？我跟你讲，咱位置摆甲正，今日咱即马虽然一只，你想有冷气啦，有遐吼，花了上亿元呢，你无俩也会觉得讲够有可能。咱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咱的这个做直升机场、停车场，拢是迄个落个盘啊呢，你也知啊？你知啊吼？啊，你甲即马才来，过一过再来。哎，六国满啊呢，我不跟你骗呢。哦，啊，到今日呢，哦，你们人叫伊讲，罗马是一天完成的 ，no， 我们已经3年多了。有真个同志吼，来顺东讲，哇，跟我头一次来啊，都不一样。恁来读初级班的时阵，甲读高级班的时阵，你有感觉有足大的变化有无？那你感觉有真大的变化，你举手。啊，你感觉无足大的变化，举手。哎，冇可能啊！因为你初级班甲这高级班很接近嘛，啊，我那是较远啊。啊，大部分啊吼，你真正嘛，你之前训练遐个，哦，两倍比今年嘞。我们这里进步得非常快。啊，你仅讲，咱即马，恁即马是困扰定了。恁哪阵之前训练的时阵吼，就会往那边啊啦。为着要会进步，咱即马每一个人困自己的。一顶名称的上下铺，加迄个做中华民国的旧土还同款，啊，棉被被单吼，今日用过，明天你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收起来就去洗。已经尽量改进，加非常进步。但是刚刚有一个所在吼，跟您讲，你的那个盥洗用具要家己炸，你敢知影谁来要叫你炸盥洗用具？知影举手。啊，唔知影牙手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咱的动心加教，咱超2个月以前，咱的动心，咱家拢志工，你敢知影？你去食饭哦，遐无一人有领薪水的，遐煮饭是拢做无钱，互咱大家食饭的呢。伊甲我讲，秘书长，我带你来看一个所在，我想，嘉禾康是袂对，拢来山顶，哇，气氛阁袂歹。啊，佫找一个圆锹去吼，开始挖土。我叫伊别甲我抬落来。圆锹挖了吼，内底一包物件摕出来，拍开給我看。伊拢无讲话哦，迄志工有够好。伊是吼独信啊，做这个做佛教啦吼。啊，給我看，我好啊，我知影意思啊。恁知影意思无？拍开内底拢牙刷。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牙刷待伫遐，未沤、未臭、未烂。你后摆你的后生、你的孙仔、你的囝仔孙来看，还阁待伫遐，对不对？你听我意思无？环保嘛，所以他教育了我，我马上把咱的中央办公厅下令。为即摆开始，盥洗用具家己炸，
这个牙，尤其这个牙刷这个东西吼，哇，但是咱往牙刷工业，你若真正无渣吼，我们也会给你牙刷了。但你用完这个牙刷，你也提回去领导啦。啊，过来，咱本来有供应迄个水杯啦，迄个杯水啦，吼。啊，我甲迄个尤老板讲吼，我们不要再供应杯水了啦。杯水咱吼，我唔是你怪讲吼，你那啉一嘴、啉两嘴，啊，就甲偏掉，唔是迄个意思。啉啉的，迄个塑胶杯啊，无多处理啊。啊，你讲啊，这都甲收收的，啊，甲卖掉，你就是卖掉。工厂甲你收这個，要安那烧掉，要怎再制造？够有无啊？咱以前拢用烧的，烧了甲第三带奥辛毒气，四处拢有。所以我讲免。所以咱即马开始，咱拢甲你讲，你都爱家己炸你的温板。热天、烧天拢会使。啊，咱这个饮水机呢，用两三架，你也当用这两三架去甲装，爱环保了。你有钱无唔对，但这资源是咱逐个人的。你讲我着用买，啊有个人吼，坦白讲，有一些人品性不是很好。我有交钱啊，我电脑甲开啊，开几工啊，无人嘛你开啊，冷气嘛你开啊，我有交钱啊，无唔对，你有交钱，你冇权利，但是你浪费逐个人的资源，我们的下一代的资源。我希望恁大家从我这话哦听落，咱哦爱惜福啦。咱这代无定，我们有迄个福气享受，但是咱后代不一定呢。有钱真好，我恭喜你。但是唔通浪费，真的不要浪费。所以罗贝尔刚规定讲，我甲只咱的志工讲，拖口共扫清气，就是无穿十里八。往蹭下卡嘛无要紧，所以你来看，恁来伫住，遮拢是志工甲恁整理的呢，拢涂骹拢扫较清气清气，无穿鞋嘛无要紧，无你唔像你蹭下卡，啊你骹底吼，甲起来看，我甲你保证绝对清气清气。所以这就是照道理来讲，我应该徛伫这所来啊讲法理啦，但是我认为讲法理以外。咱每一个人，尤其咱即摆高级班毕业以后，咱就是要做台湾人民的表率，为百姓设想，是咱的民政府的官员的第一个目标。所以，我是甲咱各位同心同志、众将官去甲恁拜托，你若以前有歹习惯的，要改变。要真真正正替整个台湾设想，替台湾人设想。阿伯，你拢总有厝，咱政府拢会给你厝。阿伯，你拢有头路。我有当下上课，我会讲，有十项代志，民政府一定要做的，就是小学毕业，读幼稚园开始，甲读博士，甚至去出国，拢免钱，拢政府给你出钱。啊！你若现准时，这个读大学有甲政府贷款的，迄、那个助学贷款有80万人，免嘛？我会当甲你讲，你免行。我们执政那一天，我会宣布，助学贷款全部由政府负担。所以你即摆有助学贷款的，除了讲政府一直甲你变，你马上爱行的，你若让拖到迄个时阵，真正你免行。读册叫老百姓，佮家己出钱，无道理啦。电嘛是同款，电呢，我们可能会讲，你只要不要浪费的话，希望讲水甲电啊，都要很优待的价钱，互大家人。你水是民生一定爱。迄、那个西欧真侪国家用水拢免钱呢，尤其破病，后摆台湾希望要做一个医疗国。我伫之前训练的时阵，我拢特别甲因讲，但是我甲你讲哦，每一摆咱来直接咧上课讲的物件，中华民国拢伫对，从以前到即马，有几个代志拢伫对啦。像咱这个18岁以上有厝，伊嘛开始宣布这样，伊嘛讲三间厝啦，
我跟你讲吼，房地产企划这款型哦，老百姓拢都买不起，啊，上个责任。啊，你爱这款的政府要创啥？但我要跟你讲，就讲，迄不是咱的政府，伊是占领者。但是这个占领者有合法无？合法，有你建书。啊，即摆你要甲变，爱安怎变？用法律甲变。哎、欸，你别讲敢占遮久，你敢占六十八年呢？该还给我们了。所以是安怎？你讲所谓的美国台湾政府，迄今仔日骗台湾人。美国台湾政府啊，美国加州政府会使哩无？嘛是会使啊。迄是真正是骗人的。民政府这个名会当变无？未使变，是安怎？这是战争法、占领法所规定的这个名词，台湾是无干的。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家己爱心，咱是美国人过了后，伊甲咱讲，你要成立，甲咱帮忙咱成立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伊唔敢来甲你处理，甲你处分，没有。到即马为止三四年啊，啊那我是差十年啊，将来嘛无一摆讲。啊，就用警察啦、啊，还是用迄个法律啊，来找咱的麻烦，没有啊，一次都没有。啊，迄个推阿平的去省政府甲占咧，马上警察两个警察都分别，这一百四十个名单拢甲写下来，我估计会起诉啦。会记咧，爱用法律，除了法律的以后，还佫法律。所以，当然啦吼。在高级班的第一个礼拜这节课，我真少机会讲我即马头头讲的这些话。对我这是有感而发，因为我是希望讲咱大家拢有迄本《新台湾论》。我有阵讲几波，不如你读一页，你爱读啦，真正爱读，我无甲你骗啦。你好不容易来遮，所以你啊看即马这个职前训练，你有注意无？因遐遐足侪人诶，才有四百个呢。四百个人，你敢下课敢有看你那拍拍照有无？无呢，是安怎？拢坐伫遐咧读册，你袂注意吗？人伊有觉悟啊，咱还袂有觉悟呢。我看下课你哪拢很快乐，四个咧走，因为你们还没有感受到我们要去执政的那种紧张加迄个谨慎，你们还没有。等到法律典章落去，制服穿落去，你就知影，我无甲你骗。你就讲，敢若无共款去啊？讲的话嘛无共款啊。以前吼，满口的三字经，制服起来穿的拢无三字经啊，拢无听的，啊，都规规矩矩啊，他们尖头短短啊，这是会当讲很大的改变。你啊看咱遮迄四百个现役的军人。那现主席这个班，敢那有高个，很厉害军人呢。你即马很厉害军人，那只受训呢，现役的讲即马搁你做兵，上大是中将，已经有差不多五十几个，那只受过训，唔是敢那中将尔啦，警察人员还是不会讲足多个。咱即马黑熊部队，恁拢会当高级班毕业啊，少年要参加黑熊也可以。大概八月初，黑熊有点招，之前训练，三天两夜，哦，给你教侦报队形啦，给你教犯罪的侦防啦。后摆呢，派去警察局，派去这个海巡，派去迄个调查局，派去国安局。所以，我们是有计划，而且很认真在做。我相信很快，我们会到执政。这条了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息十分钟，谢谢。